哦，我有看过啊，那个盔甲架的东西，对不对？石半砖吗？还是任何半砖？哦，种子，厕所一下。好，去。然后出街，二三四，这样，下一个，二三四，再下一个，多二，二三四，然后嘞，多少？再下一个。七四铁站，这样。二三四四四四四四这样，哎，还有另外一个，还做，二五八吧，你二五七，这才对吧？那这能干嘛？这装饰用吧，先生，那装饰用的风扇呐、啊？它能吹得动吗？感觉是他们电风扇而已啊。原来是电风扇的部分。感谢蓝屏的胡萝卜火箭，感谢，好啦，给你吹电风扇啊，当 DJ 这么感谢辛吹，苦，给你。来来来，这个收起来，然后终极精华。我看一下哦，终极这创不是创造精华，终极精华，终极精华，我需要几个？4个吗？哦，可以吹快，要加红石哦。对不起，哎，我误会了。4个，终极种子4个，所以我要8个，我要8个，感谢雅思的福袋。太搞笑了吧！怎样？怎么了吗？好，我这是开着。什么东西那么好笑？以为没有用的反吹风那个电风扇，还蛮有用的呢。他可以吹个把怪吹很远吗？吹很慢呐、啊，要不要？慢慢的推吗？对啊，我看看可以推多远。对，杰克，嘿，你有一颗电池放在我家。哦，你说充电那一颗吗？对啊。好，应该就到这边了。一二三四，八格，跟水我一样测试一下，虚空漏斗不会被锤子挖掉。啊。哦，哦。而且我弄好了，呵呵。哦，哪真的里电可池以，在哪？终极版的吗？电池二三，看一电池下。在蜜蜂厂，你也太恶心了吧！我也要去看。你。这里。中地狱之心喽！你这样吸得够快吗？还在测试，还在测试。我家里原本是这样，但是我不知道我的虚空肉怎么怪怪的。什么样子啊？我觉得你的地狱死快吸不，好像不够快，是不是传的比可较能要慢两三啊？个。我已经加速最第4个，而且堆叠堆叠。哦。恶心，恶心，恶心，不看了。恶好好心，用哦，伺服器资源就在这了。有，你对，看，都在这。所以要开关，要开关，要设定开关。而且我盖完之后，我瞬间被那个 GP 被。对啊，不是，那你这是要练锤子等级吗？而且为哦，什么对啊。感觉你闪得比较快啊？
他是有用别的东西吧？其实以单格来说的话，速度是一样的啊。四武器撑得住吗？不知道，可能太多太多的话，就会慢慢的撑不住了。对啊，可能旁边有人看着这样子。吸不够快。还是用肉的花比较好，真的吗？不是他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观众讲的，电魔杖可以吹实体吗？应该说可以吹掉肉物吗？可以试试看。你说 open block 那个吗？不是刚刚繁星他们在讲那个电魔伞，你要来试试看吗？实体是什么？你说吹方块吗？就是吹掉落物。我看看啊，会。啊，他这样的话，你补方块够快吗？就是要填充的够快啊。感谢来，可能要不少哇。虚空，你哈记，有人想抖给你的，抖给我了。那、为什么？他说你没开台，只好抖给你了，只好抖给我了。啊、好吧。那你都不要开台了。感谢蓝屏。我大概礼拜，明天或后天回去吧，我不知道。存好钱哦，哈记快回去了、感谢蓝屏。多放几台，好啦，之后啦，我先有我要另外一把要做的。不用啊，我那边有。哎呀，你让我拿东西呀、拿纸，拿纸张，我得把装备给做出来。三十二，生气气，不要生气了。聊天是在乱讲话哦，聊天室哦。等一下啦，想要做什么啦？我要来做核心，这个盔甲核心。OK， 好，从最低阶开始做，一二三四，四级，怎样？三四，我刚刚想说，我真的不是一个幸运硬币，那都是放在那个机器里面。他会吸回去吗？会吗？不会吧？结果不会，可惜。太吸回去也太那个了吧？头柄剑刃死，OP 耶，真的太夸张。如果真的会吸回去的话，还需要碎石。今天做完装备就休息了。我也差不多。这个，他是要先皮革是吗？好，加速还在运作啊？谁家？没有啊？哈基家？我挖个木头挖了三次完了，我们玩坏了、这个世界，我们把伺服器搞爆了。这谁发明的？我对不起，我有想法，但他发明的。不是我一开始开始推出了。对不起。
好冷漠。是啊，走开了，开了。想想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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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想想，我只是实践，发扬光大是哈基。哦，做了改造。推广是哈基。还需要再改良一下。还改良嘞。下节盔甲核心一个。两个三个四个，然后二阶的是要青金石砖，青金石砖我说采用神怪砖私下啦，现在用你们教一大堆我来不及看，嗯哼，无法吸收啊，十字够了，变刃跟手青金石砖，青金石没了，第一排第二个什么意思？青金石，一二三四个，这样子应该够了。哦，怎么了？苦于怕膨胀，我吓到，在我旁边，他不是繁星。讲我啊？你说繁星？因为他不是。好。需要金锭，金锭，金锭在这里。嗯嗯嗯。可是为什么我感觉我的效率好慢哦？什么效率很慢？你还想多快啊？还想多快啊，年轻人？三十。哎呀，早点休息好啊。等一下吧。是走开了。我做完就休息了，做完就休息了。下一个是要什么？钻石金砖 ，OK。钻石，等等吧，等等吧，等等吧。做好速度升级，我就要关台了。嗯嗯嗯，做好我的飞行装备，我就要休息了。钻石，钻石，钻石。皮革用不到了，先收起来。水石用不到了，先收起来。这是什么？凋零粉。凋零粉收起来。OK。嗯。再来。嗯。这个放上去，金砖放上去。钻石。啊，有啊，叫黑曜石对不对？很多。有中三阶核心，四阶核心需要绿宝石，绿宝石买冲铁，绿宝石哪一组出来？嗯嗯 ，Ender IO 的会很快吗？想说物品导管感觉速度太慢了。就 HR 有捏题的，试看看喽。有没有传送枪模组、嗯？这不是传送枪吗？他是说 portal 吧？可以刷武器 ，portal 啊，打 FAN 就有了，跟我同姓。飞行板，一、二，这样，对，还不够，一、二。感谢礼物，好、哦，要送礼物，赶快，我要关台了、哦，不要在我关台之后这边送哦，我已经被吓四次了，关台了还在送礼物，对啊 ，OBS 忘了关而已，然后捡到一半，整个吓死，莫影的，莫影，这是能量啊，嗯，是液体啊。好，我们要准备关台啦！做完了，做完了。导管非常快，支持啦。那个的导管，啊，那 Endio 啊 ，Endio 物品导管，应该就这样子啦。导管粘合剂跟脉冲力，嗯，气氛变得很凝重，没有了，就要挂在这边了。T 一的哦。等一下，我要再偷几颗凋零头走。
卡卡的换一下，调一下画质。如果你看到我角色卡卡的话，有可能是伺服器有点撑不住。对，可能不能这样子玩了。哎，这样，然后这个放上去。OK， 核心最高阶的核心这样就都有了。接下来是我看一下，我需要几个锭啊？这样，对。那这一套就封存啦。感谢小起点，感谢汤包包，既然我都这么说了就送吧。好，感谢红包。十三。一二三四五六七三二十颗，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，我先关台了。进进三连霸了，哇，太猛了他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今天一样又在研究其他有的没的，不过这个啦，我之前就在想要这样做了，啊，只可惜没有在影片做出来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，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 ATN 或其他生存系列，不是生存系列，对不起， ATN 生存系列或其他影片帮我点个订阅，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，拜咯。